许巍在家吗？谁呀？我，赵元普。哎，老领导，请在。哎，来，哎，好。我听说商业局调你当处长，你拒绝了，为什么？哎，虽然原来做地下工作当厨子是为了掩护身份，现在不做了，反而觉得离不开灶台。哎，再说，现在在哪儿干，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？啊？解放后，我对在隐蔽战线的老同志关心不够，还请你多多原谅啊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，老领导。像咱们这些人，什么事儿没经历过，能活到今天已经是福气了，没那么娇气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喝。老领导，您今天上我这儿来，不光是让我陪您喝酒吧？我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，想跟你打听一下。哦，您说。你在保密局潜伏期间，丁秀文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？丁秀文，据我了解，当时保密局情报站的站长潘文进是个大戏痴，丁秀文是很有名的青衣啊。青衣，您说的会不会是小百合呀？小百合，啊，年纪不大，眉清目秀的，其实我也就见过那么一回。虽然潘文进前后捧过三四个角儿，但这个女孩子不一般，我对她印象特别深。为什么？哦，那天天一擦黑她就来了，潘文进就再也没出过房门，那唱腔一直没断过，几乎一宿。我借着进去送吃的喝的的机会探了几次。潘文俊当时的神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，恍惚陶醉，跟丢了魂似的。哎，事后没几天他的飞机就被咱们给打下来了。那天晚上唱的什么你还有印象吗？来来回回就是那么一曲锁麟囊。哦，你还挺懂戏的。不，我一点都不懂戏。那你为什么确定是锁麟囊呢？哦，那个时候正赶上国民党兵败撤退，潘文进天天找特务，准备潜逃后安插在松嫩，上级命令我在他临走之前查清潜伏特务的名单。在那段时期，我对保密局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潘文进的一举一动都异常敏感。那天晚上我前后进去了几次，听到的都是同一段唱腔，于是我就偷偷记下了唱词。后来我到戏剧社去找范老板一问，才知道唱的是《锁麟囊》。我想等结婚报告批下来之后，就跟秀文去登记，然后搬到他宿舍去住。赵叔，您看还要不要再见见他？如果你今天有时间，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一趟烈士陵园。哎呀，这两天夜里做梦老梦见你的父亲。
秀文，接电话。好。喂。哦，我是。你好。好。好。那我一会儿就过去。是检察长吧？嗯。检察长单独约你。好事儿。我看你这事儿快成了。没准啊塞给你一个大红包呢。姑娘，坐吧。来，先喝点茶。那我来吧。谢谢您。身体好点吗？我已经没事了。我知道你和陈林是有感情的，而且感情很深。我也尊重你们的感情，但有句话，我不知道说出来是否合适？您太客气了，检察长。我听说，你好久没唱《锁麟囊》了。检察长，上次在检查时，我不是故意不唱的，我只是身体。谭文进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陈雷是刘苏学生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。他以后的道路还长着呢。我担心的是，他对很多因素缺乏清醒的认识。作为他的长辈，我不能不慎重。检察长，没关系，您说。坦率地说，如果婚姻影响到他的政治生命，我是反对意见。检察长，您可能还不了解我。我虽然从小就进了戏班，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我绝对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陈雷的父亲是我最好的战友，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陈雷的爱护。这一点我恳求你理解。今天我们的谈话，我不希望你跟陈雷说，我不想引起他的误解。您的意思我都明白，那我先走了。见着检察长了，怎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解放前，我给保密局的潘文进唱过一次堂会，我想要求组织对我进行调查，给我一个结论。为什么要调查呀？是不是赵检察长问起什么了？跟检察长没关系，这件事情压在我心里太久了，我想请组织重新审查我，给我一个说法。秀文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你也不是不明白，像这种查不清的事儿太多了。况且潘文进人都死了，你怎么查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有些事儿能不提就不提，否则你不给自个儿添乱吗？团长，你不明白一块石头压在心里是什么滋味。我恳请组织帮帮我。那好吧，秀文同志。我马上向市委组织部门打报告。松一些，松一些，这什么呀？这是。
旭成。秀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快进来啊！来来来，进去坐。秀文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张科长，秦局长让我来取那个陈世安的报告。好，拿去吧。秀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雷子欺负你了？张科长，王大龙已经带到审讯室，请您马上过去一下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看我这一天，这烂事儿就是多。哎，秀文啊，你先喝口水，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人呢？走了。走了。秀文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没有？我没事了。医生说，你要注意多休息，别累着。知道了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好漂亮啊！在莫斯科的时候，我就特喜欢他，可是那会儿没钱买。现在我终于托他们给我买回来了。你看，这像不像咱们俩？像，像我们的过去，在水晶球里面。有的时候，我真怀念以前的日子。虽然在戏班里面很苦，但是很平静。怎么了，秀文？好端端的，又多愁善感起来了？我有个姐妹，在上海京剧团当领导了。她说，上海很需要我这样的演员，想让我过去。好端端的，干嘛去上海啊？陈雷，我们一起去上海吧，我们去上海结婚好吗？秀文，你是不是担心我们的婚事？是，赵叔叔是不希望我过早的结婚。可婚姻法规定，婚姻自由。放心吧，秀文，没人能阻止我们。赵叔，饿了吧？厨房里有热粥。我吃过了。我是想问，我那报告究竟什么时候能批下来？你的结婚报告我不能批。为什么？大刘的组织考察为什么没有通过？你应该知道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重要得多，它直接影响了你的工作和前途，因为你是被组织培养的。我不明白。刚才我们谈到了组织考察，现在我们已经证实，解放前，他跟保密局的站长潘文进有密切的接触，他历史上有污点。这些你都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可赵叔，您知道吗？如果没有秀文那次所谓的堂会，我就活不到今天。那会儿虽然我还没有入党，但已经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，为组织传递消息。一次，我不小心被警察发现，被捕入狱。之后不久，解放军兵临城下，敌人特务机关
在撤逃之前，下令枪决所有被关押的革命人士。秀文知道了这件事儿，这才迫不得已去找了潘文进，为他唱了一宿的锁麟囊，才换回了我的这条命。声声的跟我说组织，说前途，可如果当时没有秀文，我连命都没了，还谈什么组织培养，还谈什么前途？你去哪儿？我想了很久，我不该在这儿继续打扰您。我去徐城那儿住。报告的事儿我自己无权决定。星期五有个党组会，我会在党组会上提请集体研究决定。嫌我啰嗦，我觉得你还是跟赵检察长再谈一谈。秀文前两天找过我。秀文找你？啊，他说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说，可他心里什么都明白，他内心的苦啊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但愿他不知道这些。哎，雷子，要不这样，我去跟检察长谈谈，看看党委会结果再说吧。五号机那边。上海京剧院李晴，谁要的？二号机。
是秀文。秀文啊，怎么这么久才来电话呀？上次跟你说的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办好啊？我这边你不用担心，随时欢迎你。对了，秀文，你先跟领导沟通沟通，我先发个声调函过去。最后说立马啊，等你过来啊，咱们姐妹俩好好叙叙旧。上次打的报告，组织上回信了，说解放前的事儿，现在已经不好出证明了。如果真的需要，要不从团里给你出一份？不用麻烦了。其实，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调动的事儿，团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按说呢，你去上海经济团，我不该拦着。这是好事嘛，人往高处走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国庆节就要演出了，那演出揭幕单我早都报上去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就当帮帮我，再唱最后一回。团长，这些年你在剧团对我的帮助我都记在心里了，但这次我非走不可。如果陈雷为了我毁了他的政治生命的话，我宁愿放弃。可你瞒着陈雷走了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团长，国庆演出我是唱不了了，您让佑芳唱吧。这些年在剧团我一直压着他，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，他一准唱得比我好。秀文，我虽然是个局外人，但你的心事我一直看在眼里。等商电函过来，团里给你开个欢送会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让陈雷知道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人生如戏啊。佑浩，团长，你给我来一段《荒山泪》里张慧珠的唱段，我听听。张慧珠不是电影秀文演吗？啊，你先别问了，你给我来一段。好。他人好似我覆面，怎不回头瞧一眼？看看将近有离别远，忽然过后忽在前。莫夫快把家门转，家中有人掏水钱。两眼迷离也看不见，我寻你直到那王屋山国庆节的演出节目单做了调整，由你接替秀文出演张慧珠。那秀文呢？她演不了了，上海经济团跟我们要人，商调函就要到了。别分心，好好练啊。好。回来了。哎，快洗手。今天怎么那么丰盛啊？有什么好事吧？你快过来，坐下，我跟你说。快点快点，有什么好事啊？今天团长找我谈话了，说国庆的汇演我演张慧珠。来。啊，是吗？你怎么不替我高兴啊？啊，没有，我是觉得有点突然，不是说好了秀文演的吗？秀文要调上海了。是这样。你说秀文这一去上海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哎，光华，听说你们医院要分房了，有这回事儿吗？啊，上次开会的时候提过。那你怎么没告诉我？还不知道能不能分到房呢，我怕你到时候失望。怎么分不到啊？论业务，你在全院排第一；论住房条件，我们都结婚三年了，还挤在这戏剧团的小宿舍里面。再说了，
我们不是想要个孩子吗？这么小的房子怎么带孩子呀？就凭这三点，这次医院要不给你分房，我替你找院长去。再说吧。什么再说呀？分房这事儿你得争取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不对啊。怎么不对了？我是说秀文，她跟陈雷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怎么又突然去上海了？是啊，这事儿我得问问去。你快吃吧。嗯。秀文，你真的要去上海啊？团里面已经同意了，秦姐也希望我尽快过去，没准儿还能赶上国庆汇演呢。哎，你去上海，陈雷跟你一块儿去吗？你们俩不是要结婚了吗？你要去了上海，那陈雷怎么办呀？别问了，有风。如果陈雷问起来的话，千万别跟他说我要去上海的事儿。秀文，你别吓我。出什么事儿了呀？秀文。秀文，怎么来这么多苹果呀？这不马上到国庆了吗？我们去部队讲法律课，非得送来苹果感谢我们。我们针尖处的，每人分了一筐。那这么多苹果，咱们怎么吃得完啊？我老往你们剧团跑，你们那些同事我还没表示过呢。这些苹果分给他们吃。另外，明天我再买点菜，请他们好好吃一顿。下午署里还有例会，我得赶回去。明天中午一下班了，我就来看你。我走了，陈雷。怎么了，秀文？没事儿，路上慢点。我知道。有个议题，我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，也就是关于陈雷同志申请结婚的问题。我跟陈雷同志的关系不想谈的，我无话可说。哎，别睡了，快起来吃饭。我不饿了，你吃吧。别整天愁眉苦脸的，那天塌下来该吃饭也得吃饭啊。我买的饺子。过来。
我不想再检查树干了。你说什么？只要我在这儿待着，我的结婚申请就永远批不了。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？那检察长又没有恶意。也许吧。那你为什么还干那种极端的事儿？这么多年，赵叔一直对我很好，但他对秀文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是对的。我不想为了这份工作毁了我们的爱情。磊子，这回一定听我的，别太冲动了，好好考虑考虑啊。结婚报告这事儿别告诉秀文，我不想让他难受。陈检察员，不要以为请一顿就够了，想要娶秀文姐啊，你还得好好拉拢我们呢。就是啊，那是那是，一定会的。玉芳，秀文去哪儿了？我跟她约好在这儿等我呢。哎，早上那秀文姐送苹果过来，我还见过她呢。啊，是吗？嗯。你们赶快吃啊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。是吧？先别吃，先别，等秀文姐回来一起吃吧。没事儿，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，我去看看去。陈检察员，怎么了，玉芳？秀文她。秀文她怎么了？来，秦明科。好。巨城，快！队长，过来秀文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秀文，别离开我好。你怎么那么傻啊？你以为你到了上海，我就找不到你了？我这辈子就是赖上你了。不管你到哪儿，你都甩不掉我的。我想好了，如果检察署不批准我们结婚，我就调离，换另外一个地方。如果还不同意，我就再调。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能容得下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只要能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无所谓。别说傻话，到不了那一步的，一切都不会改变的。想唱一曲。
唱什么？锁麟囊。秀文，我觉得我可以唱了，我不再害怕了。秀文，你给我提提意见。我觉得你还是太紧了，劲儿提得太足了。我也是随便说说，你别介意。我哪那么小心眼啊？你说这十一都快到了，我这心老也定不下来。没关系，你放松一点，相信自己肯定能行的。秀文，这回你没去上海，我还把你给顶了。你看你说的，咱们姐妹俩谁唱不一样啊？行了，你歇会儿吧，今天晚上还要排练呢，别把嗓子累坏了。我再练会儿。李小文同志。哎，旭成。秀文，陈雷请调的事儿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是奉命来的，检察长想约见你。正好。我也有话要对他说。秀文，陈雷这小子臭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他认准的事儿谁也拦不住。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现在看来是没有退路了。秀文，你别担心，总会有办法的。